喂，老婆，今天我加班就不回家了，你早点休息。林志浩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涂脚指甲油，是略暗淡的玫红色。不等我回话，他就匆忙的挂了电话。不知道为何，我心里总是不安。叮，手机上传来闺蜜的短信，替她去参加一个商务酒会。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打开衣柜。 手指最终停留在一套烟红色的低领吊带礼服上。一出门就下起小雨，也是因为这场雨，我迟到了，怕社死我，特意从偏门进去。而我刚一进门，就看到了令我心痛的一幕：我的老公林志浩正搂着一个我认识的小姐妹，在酒会上摇曳生姿，谈笑风生。不用看也知道，他们是一对。林志浩的手搭在白花的腰间。 白花则一脸幸福的依偎在林志浩的怀中，我的心犹如针扎，但还是冷静的用手机挡住脸，打开相机录了下来。似乎感受到我强烈的注视，林志浩回头看向我的方向，慌张之余，我猛地转身，手中摇晃的红酒杯也正好洒在一个男人的西装上。我一抬头，正对上司浩泽那张俊朗而成熟的帅脸。 司浩则越过我，看到一脸疑惑的林志浩，当即明白怎么回事。他大手一揽，顺势转身与我并肩而立，压低声音对我说：“不要怕，跟我走。”说着，拿起电话打给助理：“来，B 一零到二十五，顺便带一套女士睡衣，要艾玛。还有我的西装被红酒泼了。”紧接着，他带着我七绕八拐地来到一个房间，刷卡后。 将我送进去。一想到林志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勾搭上白花，我心里就一阵痛。看到我脸色难看，思浩则倒了一杯热茶给我。那个女人好像是和你从一个地方来的。我点了点头。我叫林莹莹，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千金，也是三年前刚被认下。当初为我牵线搭桥的，正是我的丈夫林志浩。 我很感激他对孤身在这个大城市打拼的我的帮助，于是，在他猛烈的追求下，与他结婚了。整个村子都知道，我摇身一变成了名媛，大家都为我高兴，尤其是白家。我养父母死得早，白家父母对我自由看作亲生，我对他们也十分感激。白花一看到我发达，便立刻来到我家，想要我给他找一份好工作和一个好男人。 当时我为报养育之恩，便应承下来，不但给他找了个工作，还给他找了个家境优越的对象。可没过几个月，用人单位就打电话告诉我，白花离职了。我一脸疑惑。很快，他的相亲对象也告诉我，白花看不上他。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询问之下才知道，老公怕我操心，给他安排了更好的。 怕他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没个照应，我还给他付了单身公寓的首付。可自那以后，他就不怎么与我联系。我现在是一家上市小公司的股东，躺在家里一年就有二三十万。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颇受我照顾的妹妹竟然会忘恩负义，和我老公勾搭在一起。林志浩一转头，看到一个身穿红裙的女人，那身段和气质。 哪怕背对着他都和我很像，他当即就想打电话给我，可一想到身侧还站着白花，又心虚。我坐在这栋大厦的十六楼的高级会所的房间里，拨通了林志浩的电话：“喂，老公啊，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太累了吧？要不要我带点张阿姨熬的鸡汤过去啊，给你补补？”一听到这话，林志浩心里的怀疑被恐慌打破，他哪里在什么公司？ 听到手机里传来我的声音，白花故意发出扭捏的声音来，我不由得蹙眉，只觉得一阵反胃。林志浩直接怒视白花，用口型警告他不要坏事，却顿了顿，对我笑着说：“哎呦，这么远的路，天又黑，你就在家追剧好了，别回头出来再出什么事，叫我担心。”我靠在床边，嘴角上扬：“老公，刚才怎么有女人的声音？” 别告诉我这是你助理的声音！你的助理可是我亲自挑选的，难不成去泰国了？林志浩心里一阵慌张，却还是佯装镇定。没有，想哪儿去了？这是我的客户，你怀疑我啊？要不我们视频？我要是再闹下去，就是我任性。好了，先这样。好好好，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那你别太操劳，明儿早上我给你准备早餐。 说完，不等林志浩说话，我就挂了。挂完之后，一脸的惆怅。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也许从第一面看着我难受。司浩泽给我倒了一杯酒。林女士，我建议你尽快分割财产，然后搜集证据，否则这婚还不好离呢。司浩泽是离婚律师，没错，就是这么巧，他是我小姑的律师。 而且从未有过败绩。我一口烈酒入喉，顿时略感头晕。司浩则抬手就搂住了我，我的头顺势靠在他的颈窝里，嗅着他身上淡淡的古龙水味。我不由得悲从心起。那你说，我该怎么个搜集证据法？这都明目张胆了，还怕我提离婚？司浩则浅笑：“那就要看看你们不了解你的枕边人了。”我一脸疑惑的抬起头：“什么意思？” 敲门声不适的响起，是他的助理送东西来，而且还带了一份档案。看到林志浩明知我是林氏集团走失的千金，才故意接近我的时候，我不由得恶心到吐了出来。而且他不仅仅瞄准了我，还有很多名媛，只是我比较有钱而已。至于白茶，在他进村里找我的时候，俩人就勾搭上了。他不但勾搭了白茶。 还勾搭了不少小姐姐，我不由得又是一阵恶心。看到我已经出现神经性呕吐，司浩则看向助理，助理立刻打电话联系了他的私人医生。现在你想怎么样呢，林女士？我不离婚，我暂时不离婚，要等送他们一份大礼之后再说。司律师，麻烦你帮我妥善保管好这些东西，还有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司浩泽讶异我的冷静，而后浅笑着点了点头。待这一切商量妥当之后，巨大的困倦感袭来，不知怎么的，我身子一软就往后倒去。司浩泽蹙眉，微微抬手一拉，就这么一拉，我就被他轻轻搂在怀里，头枕在他的肩膀上，像是累了，我竟然就这样睡着了，一夜无梦。再醒来是凌晨六点。 一睁眼就看到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司浩泽，我有些愣神。阳光柔和地打在他的侧脸上，显得十分好看而又静谧。已经许久，我没在家里的早晨看到男人的脸了，心中多少有些怅惘，又多少有些欢喜。他这是正好，司浩泽也醒了过来，躺了一夜沙发，他浑身酸疼。你醒了，林女士，昨晚睡得还好吗？ 守着客户一夜，也是你们律所的安排吗？还是对我的特殊服务？我毫不避讳的只穿着一件略暴露的睡衣，就这样肆意的站起身，拉开窗帘。司浩则明显低下头，他这个情场老手，居然还会羞涩，倒是令人意外。我转身，慢慢走向他，看着他不说话，笑意盈盈。司律师不说话，算是默认了。四目相对。 我明显感觉到司浩泽的呼吸急促，但他已经在克制。他薄唇微抿，接着轻扬，特意向我靠拢，算是我本人对您的一个唯一服务。那么昨夜的服务，林女士还满意吗？她心态转变的这么快，叫我着实意外。她还真是很快就适应自己的角色呢。我而首，我们近到能看到映在彼此瞳孔中的自己，挺不错的。只是。 这个服务只有一夜，有一点短啊。司浩泽愣神，不等他缓过神，我已经一亲芳泽，简短而快速的吻，让他还来不及反应和拒绝，而我已经得逞，甚至已经开始回味。林女士，这这算是你帮我打官司的一点点利息，也算是对你服务的肯定。司浩泽，好好帮我，以后还会有好处的。说完，我换上衣服。 打了个电话给家里的保姆，我一定要提前回到家里，不能被渣男发现异样。张阿姨，是我，麻烦提前去给我买好早饭，帮我铺好床铺。还有，我先生要是提前回来，记得打电话提前提醒我。叫了一辆的士，早上七点钟，A 城才刚刚苏醒，街道上的人十分的少，没多少时间，我就已经到别墅区门口。 很快就看到家里摆着张阿姨买好的早饭，而我紧接着赶紧将礼服熨烫了一下，挂好后洗了个澡，躺在床上。不偏不巧，十分钟，林志浩顶着黑眼圈回来了。紧接着，我的手机上收到匿名短信：“我怀孕了，你老公的孩子，想知道真相来大板桥下。” 我轻哼一声：“小白花，好戏才刚刚开始。”林志浩先是回来检查了一下我的礼服，确认没有穿过的痕迹后，紧接着叫醒睡着的我，在我的额间和往常一样落下深深的一吻，深情难忍的套路，他可是学得很会呢。老公，你怎么才回来？我早饭都买好了。对了，你帮我看一下手机，大早上的是谁发消息给我？ 看到短信后，林志浩当场变了脸色。我就是故意的，谁呀、啊？我骚扰短信。我抿唇一笑，哎呦，老公，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老是有陌生电话打进来呢。还有，说是有我的快递，我又没有买快递，是不是你的惊喜呀？说着，我亲昵的搂着他的脖子，实际上压低自己内心的恶心和抵触感。当然脸，那不然呢？ 难道你在外面包了什么小白脸吗？好家伙，暴打一耙啊！哪有？短信我看看，谁啊？总是发骚扰短信，回头我打个电话给电信公司，让他们查查是谁。别别别，我的意思不用了，回头我帮你安个拦截软件不就行了？对了，最近白花他比较忙，你别去骚扰人家啊。我刚想反驳，白花的电话打过来了。 这贱货居然还有脸打电话过来！我当着林志浩的面就接了电话，并顺手点了个免提。“喂，白花妹妹，什么事啊？刚和你姐夫提到你呢。”见我态度这么好，白花瞬间就懵了。紧接着，他这才意识到，估计短信被林志浩提前拦截了。他那个气的呀！白花一脸谄媚的笑着：“姐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了一个好男人，很快呀就要和我结婚了。我一听，顺势抬头看向心虚的、假装忙碌的林志浩。哦，是吗？哪家啊？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做一行啊，改天约出来，叫我和你姐夫给你把把关。电话那头的白花嘴角疯狂上扬，紧接着炫耀一般，故意大声说：“和姐夫一样是个好男人，最重要的是。” 我怀孕了，我脸上的笑容一停滞。原来这就是他的筹码。果然，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底气。哎呦，好妹妹，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你不会以为这点伎俩就能要挟男人吧？现在的男人心可狠着呢。说着，我懒洋洋的接过林志浩递过来的温水。他要是只是图你的身子，有孩子一样不管你，对吧，老公？ 林志浩被点名，只能陪着笑。是是是，老婆，我对你可不是啊！听到这话的白花脸都气炸了，我心里偷着乐，就是要他自讨没趣。对了，白花，我和你讲一件奇怪的事。最近啊，我老收到什么快递短信，我根本没买过东西，而且呀，还有好多陌生电话呢。你说怪不怪？我这是旁敲侧击告诉他。 林志浩可根本不止他一个女人呢。果然，那头的白花声音骤然停止。我小声的嘟囔着：“哎呦，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事给我打骚然电话，烦死了。”过了好一会，他才继续搭话：“姐姐，我想我男人了。你说他会要这个孩子吗？”我一愣，而后看向林志浩，把玩他脖子上戴的玉佩：“打了吧，妹妹。男人啊，想要拴住他。” 还是得靠前。说着，我猛地把手中的绳子一拽，将林志浩拉近，紧接着猛地在他脸上一亲。其实根本没亲到，只是发出了很大的声音。这听到白花耳朵里，那可是真真切切的。他气得撕碎了我的心都有了，可也只能无能狂怒加假笑。我撅嘴，但是啊，你都说了，像你姐夫这样的好男人，要是他也好，应该不会要你打的。 这样吧，我认识一家私人医院，你要是愿意，可以去。话还没说完，那边的白花步步紧逼。可是我去医院找关系查过，是个男孩。他妈妈一直很想要个男孩，说是传宗接代呢。这倒是真的，我婆婆一直催我生孩子，但是我以林志浩工作太忙没时间为借口推掉了。估计白花很有可能已经和我婆婆通过气。 否则，怎么知道我婆婆喜欢男孩呢？我了一声：“这样吧，你把这个男人约出来，我和他谈谈。正好，我也给你长长眼。”说着，我不容他拒绝的定了下来：后天早上九点钟，林荫咖啡馆，不见不散。你要是敢放我鸽子，再也不是姐妹哦！说完，我就挂了电话。眼看着眼前的林志浩脸色很差。 如果不出意外，这两天林志浩就会逼着白花打胎。当然，这也是在我的预估之下。也可能林志浩迫于婆婆的淫威之下，会留下这个孩子。我早已做好准备，支开林志浩后，确认他下楼后，打电话给婆婆：“喂，妈你听说了吗？白花要打胎。”果然，婆婆那头，轻地饭铲都拿不稳，险些说漏嘴。 怎么回事？小白怎么这么不联系自己，联系孩子呢？我慵懒的靠在门上，看着客厅里忙碌的林志浩。是呀，我也不知道。对了，妈，我爸刚告诉我，公司内部有一个升迁的机会，可以空降一个副总呢。就是不知道我老公他肯不肯辞职呢？我刚说完这话，我婆婆狂喜，真的，好好好，你先稳住你爸，至于你男人这边。 我来说，我就不信有了这么好的老丈人还不靠着林志浩对待工作几乎可以说付出了百分之八十的心血，除了这个家就是工作。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他亲手葬送他的工作。紧接着，我拿着司浩泽给我的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慢慢走下楼。老公，我今天要去郊区看房子，用一下你的车，我的车刹车不好。 等下叫修车公司的人来看看。林志浩并没有怀疑，而是点了点头答应。我笑着走向车库，在他的脚踏板前的空档里装了窃听器，紧接着再在他放在车上的小挂件上装了针孔摄像头。这个挂件是他老妈亲手做的，基本上都是要去哪儿带到哪儿的，说是什么亲手缝制的平安符。依着我看，就是封建迷信。做好这一切。 我打了个电话给村里的村支书，告诉他我这两天就要回去，怎么样也要村里人知道知道我家这个狗东西是个什么货色。回到家里后，我翘着二郎腿，掐着时间坐到饭桌前。老公，你妈和你说副总的事了吗？林志浩眉头紧锁。我算的没错，婆婆刚才打电话应该是逼他就范。什么副总，什么靠山？我现在的工作不好吗？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挺好的。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生孩子吗？为什么？你觉得你一个月一万五的工作能养活我和孩子吗？如果不靠我爸，我们能住这么大的别墅，能开跑车？一席话问得眼前的林志浩哑然无声。你做了副总，一年什么也不用干，躺着十几万，而且还不算底下人做业绩，你拿团队佣金。 我爸给你看的是销冠团队，你在的还是子公司。我抬眸，双眼无情地看向眼前的林志浩。林志浩不由得有些犹豫。我知道他略微有些心动。这个时候，只要添一把火就够了。对了，我约了白花后天见面，你要不要一起啊？林志浩脸色立刻骤变，嚷嚷着还有客户要见，就抬腿要走。我坐在那儿笑得开心。我猜。 下面就要狗咬狗了。看着手上的这份名单，我挨个发了短信给他们。以白花的身份，我是白花，是林志浩的情人。现在我怀了个男孩，林志浩会为了我离婚的。各位姐姐，我就先你们一步裸，语气极其嚣张，并且把我们见面的地点和位置都发给所有的女友。这下有好戏看喽！我躺在我的大床上。 享受着操控这一切的感觉，林志浩、白花，我对你们这么好，甚至完完全全相信你们，就换来你们这么对我吗？眼角一滴泪划过。其实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亲人，生父和我感情也不是特别好，除了钱，他没什么可以给我的。我一直将这两个人当作家人一般对待。收拾了一下心情，我化了一个淡淡的妆，准备出门。 还有离婚的具体细节，我约了司浩泽，他很准时。看到我来，也绅士的替我拉凳子。林女士，看得出来，你回了家后过得不太舒心。我浅浅扬起一个假笑。我的老公和小三还舒心着，我怎么能舒心呢？此律师，离婚协议书和财产分割书都弄好了。司浩泽点了点头，拿了出来。我看了两眼就不想看了。 离婚的话，按照您的要求，除了二十万的感谢费，其余的都不能给他。这一点不难办，只要你拿到他出轨的记录。司浩泽接着拿出一份东西来，让我吃了一惊。原来这是当时娶我的时候，林天浩背着我和我爸签的一份婚前协议。如果有一方背叛，就选择净身出户。林天浩胆子可真大，签了这份协议。 居然还敢出轨养小三，一个月一万五的工资，居然还能养出个孩子来，他可真是厉害啊！有了这份协议，只要您能手握他出轨的证据，那他退无可退。好，干得漂亮！这件事，我爸知道吗？你也知道，我同事是您父亲公司的法务顾问，所以拿到这份协议易如反掌。又是为了您和您的财产和婚姻，自然是无妨的。 我赞许的点了点头，算了算时间，现在那些个女友应该都已经看到消息。明天我要回一趟老家，你可以陪我一起吗？司浩泽一愣，但还是同意。我看着眼前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实则辣手无情的司浩泽，忍不住调笑：“司律师很专业呀，这种事你都愿意。”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夜我睡得格外安心。 司浩泽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专业是我们的要求，也是客户的要求。至于睡眠，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每晚陪着您入睡。当然，只要您先生不介意。这个小律师可真有意思。我笑了笑，没说话，而是往后一靠。你对每一个女客户都这样吗？司浩泽抬手拉住我纤细的小手，轻轻吻了上去。不，只对你林颖颖一个人。 他好会啊！如果是刚认亲的我，也许会沦陷。可现在的我，只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哄人的手段罢了。我轻笑，好，就冲你这服务态度和专业素养，那等我以后可以考虑长期聘用你，也许可以做我的私人律师。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思浩则凑近，我甚至都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陪床的那种吗？ 那种我愿意，我抿唇一笑，看着他深邃的眼睛，不由得有一点沉迷。第二天，我说要回老家，果不其然，林志浩不能陪我，找了个借口，他就出去了，我则上了司律师的车，因为他平常就是我的公司的法务，所以林志浩也没多想。到了老家，踏上这片故土，我心里莫名的心酸。先是去我爸妈坟上上了香，烧了纸。 接着我去看了白花的父母，也算是我半个养父母。他们二老对我十分热情。哟，莹莹回来了，你这丫头好久不回来看我们。对了，花儿呢？她没跟着你回来吗？我，白妈妈，你过来坐下，我和你说。其实我不太愿意告诉他们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而他们为人父母有这个知情权。看着我脸色难看，白花又没有回来。 当场，白妈就着急了：“莹莹，怎么回事？花儿呢？是不是她出了什么事呀？你快说呀！”我压了压头：“她怀孕了。”白妈立刻松了一口气：“啊，就这事啊，这是好事。花儿呢，也和我们老两口说了，她找了个好男人，准备结婚呢。”我深吸一口气：“是，那个男人就是我丈夫林志浩。早在林志浩来这儿接我的时候。” 他们就勾搭上了，而且花儿呢怀的还是林志浩的孩子。一席话说的老两口愣神，我闭眸，不想让人看到我眼里的失望和难受。看我这个眼神，他们知道我没有撒谎。白爸当时就给我跪了下来：“莹莹，全当是白爸爸求求你，饶了你妹妹花这一遭吧。她就是猪油蒙了心，也不是真心这样的。求你放过她吧。” 林莹莹睁眼看着眼前的一对养父母，他们竟然叫自己放过小三。她双目含泪，他破坏了我的家庭呀，伤害了我。你叫我放过他，谁来放过我？做人不可以这样的。白爸，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谈孩子的事情，孩子的去留从来都不是我能做主的。最重要的还是看那个狗男人，你最好保佑白花能留住这个孩子。 我派人调查过了，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怀孕了。如果她再不要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以后都要不了孩子。说完，我和司浩泽就准备走。跨出门槛的那一刻，我扶着门边冷笑：“我不会对她做什么，我欠你们的也算是一笔勾销。但是她要是想借此来从我身上掏钱，那就别怪我。从此后，你们与我再无瓜葛。” 我说完以后，扬长而去，独留两个愣神在原地的老人。等我走了约莫片刻功夫，白妈嚎啕大哭：“你呀你呀，说的什么屁话！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叫人家放过我们家那个讨债鬼？”白爸也开始自己打自己耳光：“是我不好，光想着莹莹没了男人，还有钱，没想到受苦的是她呀！爱都是我们不好。” 从小惯坏了那个讨债丫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迎风流泪。司浩则体贴地没有打扰我，只是时不时的递过来纸巾。我站在湖边，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心里难受的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对我？我做错了什么？我对你们还要怎么好呢？司浩则搂住了我，我在他怀里终于绷,绷不住，嚎啕大哭，像个失去了宝贝的孩子。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是他们不配得到你的爱。我自然是看不到司浩泽眼里的心疼。第二天，我化了个淡雅的妆，在领口放好同颜色的录音器，按照约定坐在靠着窗口的位置。和我想的一样，林志浩的那些女友早就埋伏好了。时间一到，林志浩带着白花如约而至。我看到他们，恍惚间佯装出痛苦的样子。 掩面大哭。其实我在手上抹了洋葱汁。你们，你们怎么忍心？白花被林志浩收拾过，她一脸疲倦。跟着而来的，竟然还有婆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莹莹啊，我们呀，也是为了你考虑。这样，等花儿那孩子生下来，就会寄到你名下。到时候你出点钱给花儿，把她打发走。白花虽不情愿，但还是配合的点了点头。 我一脸不敢相信，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贩卖人口啊！婆婆一脸的谄媚，莹莹，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吗？这不都是为你考虑，而且将来你也不用生了呀，还能白捡一个儿子，多好啊！我笑得凄苦，你确定这是你的孩子吗？林志浩，还有，不要忘了你婚前和我爸签的协议，我可以接受你们说的这一切。 给你的工作也不会变，但是这个孩子得是你的。听到这话，白花显然慌乱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拿出离婚协议书，签了这个离婚协议，工作和孩子我都可以认。不签，就等这一纸诉讼，你们一无所有。林志浩很意外我会拿出婚前协议。正当他准备质疑的时候，五六个女人同时站出来，死女人！ 别以为用孩子拴住小林，你就能上位。姐妹，别和他离，孩子也别要。狗男女，不得好死！说着，几个女人上前就揪着白花的头发，和他撕扯起来。顿时，场面乱作一团。而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咄咄逼近林志浩，签吧！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林志浩看着旁边混乱的场面，顾不了多少，还是签了字。 这个时候，婆婆护着白花的独子，不知道被谁拽了一脚，一声惨叫，紧接着惨叫声此起彼伏。我看着热闹，全身而退，顺便将白花的打胎报告放在林志浩面前。紧接着，我将针孔摄像头拍到的二人恩爱的画面，还有我心谋算的录音打包发给了林志浩的公司。坐在孙浩泽的车上，困倦再次袭来。 白花的孩子没了，本来他身子就不好，加上受了惊吓，林志浩的工作也没了，他被单位开除了。而我正坐在司浩泽的车上，坐在民政局门口等着扯证离婚。林志浩看着我，原本还想挽留，却被司浩泽拦着：“你不配碰他，麻烦离他远一点。”再从民政局出来，我心里豁达了不少。林女士，介意？ 今晚我陪床吗？这么快，你也太着急了吧！我不成渣女了，无缝连接，反正我也是个渣男，我们正好相配。